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市政做回来，我是蔡小君。疫情后各行各业开始复苏，但是却面临到缺工潮，我们今天就要带大家来看看我们基隆就业中心是怎么来因应呢。另外呢，还有台湾未来十年将会有378万人要陆续退休，将迎来最大的退休潮，劳动力的市场当然会受到很大的冲击。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劳动部如何超前部署，今天就要带大家来深入了解，为您邀请到三位来宾。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基隆就业中心的主任沈慧中。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主任好。第二位呢，是我们社团法人基隆市启明关怀弱势协会执行长何碧珍。各位观众，主持人好。执行长好。第三位呢，是我们基隆市暖暖区过港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吴丽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理事长好。怎么来因应我们的缺工潮呢？要先带大家来看看我们劳动部基隆就业中心的解决办法。基隆就业中心举办联合征才活动，涌进许多求职的民众，特别是六月份毕业季，除了招募正职人员，也招募即时打工的人员或是兼职人员，扩大招募管道，满足求才需求。我们这一次的现场征才活动呢，总共有10家厂商，那提供了有195个职缺，那职缺的种类呢是非常的丰富，有包括一些技术啦，或是说一些造福啊。那甚至还有一些餐饮，那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的嘉诚股份有限公司呢，提供了一个攻读的机会，那对象呢也针对我们刚应届毕业的学生或是还在学的学生来提供这样一个工作攻读的一个机会。那这一次的职缺呢，最高的薪资可以达到45000，因为疫情的关系呢，那在这疫情趋缓的一个状况下呢，其实有很多行业慢慢开始复苏，那以目前来说，大概我们的旅宿业还有餐饮业的职缺会一直会有提出来，所以如果对这两项的一个工作会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利用机会来做应征。另外，面对后疫情时期，许多行业包括餐饮和服务业等行业逐渐复苏，但是缺工潮不断，因此基隆就业中心特地沟通相关产业业主，是否采取调整工时的做法来招募所需要的人才，填补缺工困境，同时吸引中高龄民众以及二度就业妇女加入，改善缺工的问题。面临我们产业的一个缺工，以及他们的工作人员没办法补足，那这部分呢，其实我们在就业中心的部分也会跟产业企业界来跟他们做一个讨论，那是不是可以调整他们的工时，那也就是说配合我们的工作人员的一个特性，比如说妇女她可能会希望是朝九晚五，然后结束可以去回家煮饭带小孩，那有些年轻人呢，他们可能早上起不来，可能是晚睡，所以运用这样的方式呢来调整工作的一个时数，那这样用这样的方式可以吸引我们二度就业妇女以及中高龄，那甚至青年呢也愿意进入这样的一个行业。基隆就业中心指出，接下来政府将会针对餐饮以及观光旅宿业者提出相对应就业征才补助措施，吸引求职民众投入餐饮及观光旅宿业，缓解缺工的问题。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缺工还蛮明显，而且需求量很大，要如何媒合这件事情真的是一大考验，我们要请教主任。对，那因为疫情之后呢，其实很多的行业开始就复苏，所以比较明显的，因为大家都想要出来观光旅游啦，所以我们在旅宿业啊，还有餐饮业，其实他们的缺工的状况是非常严重的。那我们劳动部这边呢，就针对这些特定的这些产业呢，我们就提供了一个改善疫后缺工的一个计划。那这个计划呢，就是我们疫后缺工扩大就业的一个服务，来奖励我们的劳工呢赶快出来就业。好，那这部分呢，我们有分成这两个部分，一个就是一般的劳工的身份，还有我们特定对象的劳工部分。那如果你参加像我们的旅宿啦，或是餐饮啦，甚至还有地勤，好，这比较是特定的一些产业的话，我们都会有给相关的补助。好，那如果说是一般身份的劳工，就是你有失业三
30日之上，或是说你是非自愿性离职的话，我们每个月会补助你6000元。那最高可以补助到1年的时间。那另外呢，还有我们特定对象身份的一个失业劳工，那你只要失业在超过14日以上，我们就可以补助你就可以给你一些奖励，就是全时工的话，我们是每个月是10000块。对，那部分公司的偏远地区的话，比如说你是在花莲啦，或是在比较远的地方，好偏乡的话，还有另外再增加3000元。对，有给这样的补助。那其实像目前的话，我们疫后缺工的状况呢，我们也在基隆就业中心也成立了一个疫后缺工的一个服务网。那这个服务网呢，我们遍及了像区公所啦，或是一些妇幼中心，或是一些工会、协会等等，我们都有相关的驻点来提供像这样的一个服务。那同样，我们针对我们的产业，比如说我们的产业，目前我们最多的有一些什么美食广场啊，或是一些连锁的企业，我们都也希望说，他们如果有缺工的状况，赶快把这些职缺告诉我们，我们来协助做一些媒合。对，是，哎，真的，哎，就是像美食啊、连锁啊、餐饮啊、旅宿啊，然后听说连传统的这一些工厂，对不对？传统的制造业也都很缺人，是不是基隆也有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在目前的话，疫后大家开始有一些可能业务缩减，那到疫后的时候开始，他们有一些业务量开始增加，所以在基隆市很多的传产业、服务业，其实他们缺工的状况都是非常严重的。那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会提供一些征才的服务，帮他们做单一征才，或者是帮他们去做一些筛选，觉得适合的人可以说，哎，可以推荐给他们。所以这部分呢，我们大概每个月我们都会有一场的一个现场征才活动。对，那如果说因应到我们各厂家的一个需求的话，我们也可以做单一的征才。是，好，那也提供他们一些一些就是可以做一些媒合的机会。对，那这个也就是希望说，我们因为疫情没有工作，或是被资遣，或是说在家里没有出去工作的，或是想要转业的这些朋友呢，利用这机会赶快出来，我们还有这些就业服务的一些奖励。对，是，哎，可以看到就是基隆就业中心真的很用心，他说每个月至少都有一场，我们先来看看在大武仁工业区来办理的征才活动。专业卓越，欢迎加入国军男女。这是劳动部北基宜花金马分署基隆就业中心特地在安乐区大武仁工业区管理中心举办就业征才活动。因应新冠疫情疫后安心就业方案结束同时，总共有11家优质厂商参加，提供221个就业工作机会。基隆市议员吴华嘉亲自到现场关心，感谢也肯定就业中心媒合市民好朋友找到好工作，也充当国军临时代言人，协助国军招募人才。我们非常肯定支持基隆就业中心来办联合征才的活动，尤其还走出了我们就业中心的在市区的这个办公室，来到了我们的大武仁工业区。进入毕业季以及后疫情经济复苏期，呼吁想要求职或是转职的市民好朋友，或是想要征才的厂商，都可以密切注意基隆就业中心举办的各类型求职征才活动。连国军都要来招募，我们要请教主任哦，就是针对我们的青少年，就是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青年求职者，劳动部有哪些措施来协助青年顺利就业？对，那因为现在呢，其实很多年轻人呢，他们学校毕业以后，他不断的一直在念书，可能念到大学毕业，或是念到硕士。其实他出来之后，他不晓得他应该做些什么事情，这样子，不晓得是不是他所学是不是能够所用。好，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很多的年轻人就会搞不清楚自己的一个方向。那劳动部这边呢，他就会针对我们投资青年就业方案的第二期计划里面，在加强某些部分，也因应到现在市场上的一个产业的趋势，所以我们目前呢，在第二期的计划里面，我们结合了11个部会，好，来增加很多的一个合作，跨部会的一个合作。那这当中里面呢，我们定了有5个方向。那这个5个方向呢，一个就是定方向，定方向，定方向，对，增人才，好，促就业，增好薪跟转正职，好，总共这有这五个方向。那在定方向，在定方位的这部分呢，其实我们知道说很多年轻人，
我们就是怕他说在出毕业之后他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所以这部分我们就是深耕到学校，在他们毕业之前呢，我们就先进到学校，先让他们先去确定自己的一个职涯的方向，那同时我们也规划他一个未来职涯想要做的事情。好，那我们让他能够确立说，哎，我之后我毕业我的优势在哪里，那我不足的地方在哪里，我可以怎么做，好，让他慢慢去接触说我怎么样去找到适合我自己工作，同样呢也可以让他们了解我们目前产业的趋势会放在哪里。好，那这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定方向。好，那再来呢就是真人才。那真人才的部分呢，其实我们是跟产业呢做一个很大的连接，我们也希望产业能做一个很一个盘点，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好，他们需要在学校毕业的学生里面，或是说现在已经在职场上，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一个人才，需要什么样的一个能力，那同样这些能力上面我们可以怎么去帮他们做一个职能分析。好，比如说他一个职位有一个秘书的职位或是一个工程师的职位，那这个职位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好，我们协助他们来做这样的一个分析，职能分析。那这些职能分析之后的职位呢，他需不需要有一些证照，需不需要做一些鉴定，好，那这也是我们希望在厂商的部分我们也可以提供他一些协助，让他呢可以找到最适合的一个人才。那再来就是第三个，就是促就业。那促就业的话，很多年轻人他觉得说啊，反正我出来我也不愁吃穿，对不对？我在家里打打电脑就行啦。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让他有一个就业的动机。对，我觉得动机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有了动机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协助他怎么样去可能参加一些职涯咨询啊，跟老师谈谈看，或是说，哎，我觉得我的技能不足，那我是不是可以参加一些职业训练？好，那从这过程里面，其实我们在服务的过程里面都可以知道说，很多年轻人他并没有办法马上让你可以找到合适他的工作，可是他经过你的陪伴之后，他找到工作并不一定是我们帮他找到工作，而是他之后他有能力自己找到工作。嗯，这也很好。对，所以其实在就服员这部分，我觉得陪伴是非常重要。我们有很多的案例都是因为经过我们就服员的陪伴，最后他们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工作，甚至都可以稳定就业。是，对，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好，那在除了在促就业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真好心。当然我想要重要，对，这很重要。对，我想要工作了，可是我要想要一份好的薪水啊。那在这个部分，我们就业中心也帮他做一些把关。好，我们可以让他知道说，哎，什么样的工作你是可以拿到好薪水的。好，所以我们就跟他说，哎，你必须要有这样的证照啊，比如说你要参加一些AI 的，好，我们现在人工智慧、机械人工智慧这些很重要，那他具备要什么样的一个证照或训练，所以我们也希望说能够让他们知道说，哎，你需要具备这样子的一个能力之后，你的薪水就会一直往上翻。是，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协助他的部分，慢慢能够考上证照，走向比较专业的地方。好，那尤其像现在很多需要一些科技的能力，那这就很重要啦，因为他具备的能力是非常专业的。是，对，所以你想要一个好的薪水，你就要具备把自己的能力培养起来。那再来呢，就是一个最后一个转正职。转正职，那疫情的时候，其实有很多非典型的工作，一直出现。好，那因为可能考量到就是有减班休息。好，所以这些东西呢，我们希望慢慢导向一个正职的工作。现在，所以很多的年轻人在疫情的时候，他们也是做 part time 啊，他也是做一些部分工时。我们也希望说，利用这样的机会呢，把他们导向正职的工作。是，对，那这就是我们目前想要做到的。那在导正职的部分呢，有些年轻人他可能觉得说，那怎么办？我什么技能都还没有具备，我怎么去工作？没关系，我们劳动部有很多的计划都可以配合，包括我们先雇后训。好，就先雇后训。对，对，我们的我们跟厂商有一些协定，或是有一些就是有跟他们讲这些的一个补助的过程，所以他可以先禁用，然后再来训练他们。对，所以这部分呢，其实对一些年轻人呢来说呢是非常的好。那他有甚至可以在企业的部分，他可以手把手的教。
让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可以慢慢学会，当他这个过程结束以后，他觉得说哎，我还蛮适合这个行业的，他就可以继续留用。没错，对，哇，解决了毕业就失业这项问题，没想到劳动部提供了非常多的方案让大家来多元选择。对，还有吗？有哦。那我们很多年轻人在初次寻职的时候很害怕，对不对？对，初次寻职青年，对，非常。所以我们劳动部这边我们会做一些陪伴，好。那如果说你在初次寻职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我们还会有一些补贴给他，所以我们在三个月的时候，我们每个月可以补贴他5000块的，哇，很棒吧？是啊，对。那你找到工作的稳定60天内呢？60天，我们再给他奖励；90天还有奖励；甚至到180天还有奖励。10000，所以全部加起来呢，他将近可以35000。对，还有包括他陪伴的一个，每月发5000。对，他在求职的津贴，所以全部加起来，他将近可以领到45000。哇，哎，真的很棒。对，所以我们的青年朋友，如果你现在找不到工作，你现在不晓得自己该找什么样的工作，赶快来我们基隆就业中心，我们有专人服务，我们有非常亲切的救辅人员来陪伴你们。是，只要你愿意走出来找工作，每个月就发给你5000块，真的。你找到工作后还给你5000块，就是鼓励大家，真的就是找到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可以试一试看一看，对，都会陪伴着大家一起找到自己心目中理想的最喜欢的工作情况。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的哦，就是我们基隆就业中心特地在市中心举办了多元培力联合展售会，我们来看看这个多元就业方案的成果。暖暖地内社区发展协会执行长邱梅平带领志工们亲自煎烤自制的素食乡村饼，以及各种素食年菜年货，吸引民众前来采买。而新丰爱乡协会也在理事长，同时也是中正区新丰里长丁丽娜带领志工，同样展售社区自行研发各种好吃又可以冷冻的各式素食年菜食品，同样受到欢迎。快过年了，基隆就业中心特地在市中心田寮和玉兔桥举办多元培力携手迎新春联合展售活动，展出合作的各社区以及机构自行开发制作的各种荤素年菜和糕饼年货，提供民众选择购买，也展现多元培力就业方案，帮助中高龄以及长期失业者更多就业选择的机会。111年就是和34个执行单位合作，协助125位弱势求职者重返职场。那这次主要的活动呢，我们是希望我们有申请劳动部相关补助的多元单位呢，利用在年节前面呢，能够展售他们的一些的产品。那我们的多元单位其实他们在我们的基隆市，除了他们发展在地的文化跟创生之外，其实最重要呢，他们会有一些经济的产品出来，所以这个部分有包括他们一些实训的结果，还有包括他们培养这些在地的这些求职者的一些成果。基隆就业中心进一步指出，包括启明关怀弱势协会以及盛友协会和暖暖区中心社区发展协会、定祥社区发展协会也都是多元培力方案的合作对象，其中属于经济型一年必须透过贩售社区自制食品物品超过40万元营业额的定内社区发展协会和新丰爱乡协会，都各争取到劳动部补助薪资聘雇6位多元培力就业特定对象，不仅可以协助社区制作各项食品物品，也协助增加特定对象的就业名额，表现十分亮眼优秀。这就是成功来帮助我们的中高龄及长期失业者更多的选择机会。那当然这是一个亮的一个展现，我们要请教主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哎，超高龄社会即将来临，禁用中高龄以及高龄工作者都是未来的趋势，基隆就业中心对于协助中高龄拓展职涯有什么样的计划？现在呢，其实我们都知道说我们慢慢就要迈向超高龄的社会，所以可能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大概5个人就有一位是老人。那同样这也影响到我们一个
劳动结构的一个改变。那很多中间的一个断层变成说啊，中高龄开始慢慢想要过一个退休的生活，那年轻人又没有办法接上，所以其实这时候呢，我们会鼓励中高龄或是高龄呢能够继续在职场上面赚零用钱。对，可以赚零用钱。另外就是其实我们知道说中高龄跟高龄其实有他很多的优势，因为他有很丰富的一个生活经验、工作历练，同时他的处事呢也非常的圆融，好，所以这个其实呢是一个中高龄的优势。我在讲我自己嘛，好，我们你是年轻人，对对对，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的优势。那所以我们觉得说，既然尤其是像现在的平均的寿命都在延长，那通常在中高龄或高龄，其实你完全是看不出来的，他还有很好的一个活力，所以我们希望说他能够继续留在职场上面。那在这部分，其实基隆就业中心呢，我们会希望说，我们会是中高龄或是高龄者的一个好伙伴，是一个就业的好伙伴。所以当你想要再继续就业的时候，我们能够提供非常好的一个就业咨询。那同时呢，会希望能够帮你做一些盘点，让你了解，哎，现在虽然说你已经退休，你没在工作，可是现在市场上它的一个产业趋势会是什么？那你自己的能力可能有什么样的东西？好，你可能从年轻就在这家公司，你从来没有出来过。当你要再去面试的时候，你说我要怎么去面试？我怎么去跟面试官说话？甚至我怎么去写这份履历表？那这时候呢，我们有一案到底的就服人员呢来协助你，好，把你的履历啦，把你的一些面试的技巧呢来提供给你。同样呢，也可以盘点你的工作能力，你还缺了什么？比如说你这时候说，哎，我想要去当一个社区的总干事，可是我没有证照啊。那这时候你是不是？哎，我可以去上一个社区总干事的一个证照，还有这种证照有，所以这时候他就可以再继续工作，好，在职场上面，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延续。是，哎，这个听了真的很感动哦。所以我们要请教我们的过岗社区理事长来跟我们分享。哎，其实过岗社区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团体，因为它有很多的多元就业方案，跟我们的基隆就业中心一起来合作，帮助了非常多我们的中高龄的妇女或者是失业的朋友。我们要请教我们的理事长，过岗社区的服务项目。首先我真的要感谢劳动部给我们的很多的支持。那我们过岗社区常年都在做眷村文化美食的记忆一些保留跟推广，那也提供这些中高龄的一个职缺。那除了这些以外呢，因应现在的高龄化，哦，像过岗社区已经接近20%都是老人了，所以我们也有做这些社区关怀据点，哦，那老人的照顾，巷弄长照站，以及乐龄学习中心，这样。所以可以看到我们过岗社区它其实面向多元，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就是禁用人员如何落实这些工作项目。是，因为我们就结合卫政啊，结合我们的一些福利服务的方案，然后让我们这些禁用人员可以学习一些技巧。那我们觉得这些禁用人员他也陪伴我们社区的一些长者去研发这个眷村的一些美食的技艺，然后把他们的一些秋老菜，然后就发展成为社区的一个产业，再把这样子的一个收入呢挹注到我们福利服务的支出上面。那这些禁用人员呢也可以在中间学到了一些技术，那他们尤其像我们轻旅行啊，那有一些导览解说的这些技巧，这些禁用人员呢，他们进来以后，就是培训他们口才啊，导览的这些技巧，那也有助于他们进到那个职场的时候呢，会有对于口才表达上面也有很大的注意。是，哎，这些禁用人员的那个资源非常多，像刚才理事长带来的这些手入菜是不是可以展示给大家看？其实这就是很多社区来参访的时候东西一摆出来秒杀的，理事长要介绍一下。是，这个原先这个是萝卜糕，那原先都是社区妈妈们的一些自己在吃的一些东西，然后来就觉得说，哎，他们在分享的时候就是觉得大家都觉得非常好，那可以去做。那我们的禁用人员呢，也就是陪着长辈一起去做一些研发，然后一次一次的那个测试，然后就最后就做成社区的一些产品。
哦，那这个现在都卖得非常好。这是什么？这个是油饭，哦，紫米油饭，嘿，这个对，然后这个也是我们的礼盒包装，那里面呢有，我们平常会放那些面包司康，哦，或是那现在就是里面有那个神秘的东西，就是我们的豆腐乳，豆腐乳，对，然后我们会做那个酱菜之类的，哦，啊，这个都是妈妈那个眷村传统的一些记忆，那原来我们都很害怕它会失传，哦，那我们刚好透过我们多元培力的这个方案，让我们社区的这些眷村的美食、眷村的文化这些记忆可以继续的传承、流传下来，对，然后继续的去推广，还可以赚零用钱，对，然后这些收入就挹注我们福利服务的支出，哦，真的非常好，我们老人公餐呐，哦，或是我们的一些关怀据点的一些课程，以及我们的志工培力这样子。而且我知道是有些朋友他来参加之后，而且还可以去念书考试，这个也算是多元就业的其中一个部分吗？是，我觉得比较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其实我们有一些中高龄的妈妈，或是他们来到社区以后，他们其实对回到职场是比较担心的。嗯，那我们觉得说，刚好就是社区有一些另外的计划的职缺，像照护员啊或社工，可是一直来应征的人都觉得说这个环境不是很好，所以我们一直都聘不到人。那我们就是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我们就让我们的聘用人员去上课，就带着他，我们去学校去上了两年，去上二技。然后我记得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有两位哦，他就是两位聘用人员，然后就我们有五位啊，然后有两位留在社区，一个当照护员，一个当社工。那今年又有都增加三位毕业了，哦，然后另外有一个呢，他也到长青学院去上班。那我觉得说，其实这些中高龄的人员呢，他们其实是很有能量的，也很想做。可是他不知道怎么跨出去，啊，刚好有这个机会可以让他们学。像我们，中餐丙级证照，我们那时候就是带着他们去上，然后有17位考到那个乙级的中餐丙级的证照，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都到学校当厨工啊什么，嘿，那我觉得这个多元就业这个方案其实对中高龄就业是一个选择啦，然后也培训他们有一些技能，然后他们进到社区其实也协助社区很多这样子。是，哎，真的很多，而且我知道有很多案例，我记得我还曾经采访过，就是我们就业中心啊开课来帮助我们这些中高龄的朋友来上课，而且课程非常的丰富多元，我就记得有咖啡还有园艺，我就觉得好有趣。我们要请教主任。是，那多元就业开发方案呢，其实是我们劳动部跟我们的一些民间单位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关系，合作伙伴。那用他们呢，可以发展一个在地的一个文化跟产业，同时呢，也创造了一些就业的机会。所以像我们很多的单位都是利用像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的原本在家里的家庭主妇，或是二度就业妇女，或是一些中高龄，他们利用像这样的一个计划，成为是一个工作的一个中继站。那经过他们的一些培训，或是一些工作态度习惯的养成，慢慢他们就可以出去工作。对，所以从一开始他们可能只是到这个职场上面是去做学习的，啊，那慢慢呢，他可以做一些产品，就像这些妈妈啦，或是什么，开始做一些产品。那甚至之后呢，他可以做老师，他可以教导别人，甚至再去学其他的技能。所以这部分之后呢，就可以提供一些创业啦，或是继续转正职的工作。对。哎，转正职这件事我觉得很有感，因为我最近去一些连锁商店来买东西的时候，我都发现哎，都是妈妈，哎，而且都好亲切哦，那就会给人家一种哎，他们来工作这一件事情是对所有人都很棒很不错的一些服务计划。那要请教我们主任哦，就是中高龄及高龄的员工会出现退化及力有未逮的情况，其实这部分是不是也有提供服务跟协助？
对，其实我们刚刚说到很多中高龄高龄者的一些优势，那当然中高龄跟高龄一样，它有会有一些它可以造成它工作上的一个阻碍。那我们对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在劳动部这边早就都超前部署，我们都有想好了，我们有一个职务再设计是他们工作的一个好助力。好，那这部分呢，我们可以针对他在工作的时候的一个工作的流程，或是一些工作的环境，或是说他在工作上面一些辅具，我们可以利用这个计划呢，来协助他们来排除他们在工作上的一些障碍，让他们可以在职场上能够再继续停留久一点。那这个计划呢，我们每一个人呢，一年有10万块。哦。对，哎，几岁以上？65岁，45岁以上就可以了，对，45岁以上，所以他就是中高龄跟高龄的在职员工，我们就可以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升降桌什么之类的，对，比如说他护腰啦，或是拖手板啦，那甚至我们曾经碰过一个身障的在职者，那他可能轮椅要去他的阶梯不方便，所以我们有老师去帮他现场做他工作一个环境的一个改造补强，对，所以他就帮他做一个斜坡，还是还有他一个轮椅的定位，所以他这样子的话，他目前就还继续在工作。哇，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计划对我们这个中高龄或是身障者，其实帮助真的非常大。哦，那我们公司应该很多人可以申请吗？视力不好啦，对不对？视力不好，对，腰不舒服的，对对对对。哦，我这真的不错哎，所以就是职务再设计的这一个计划，就为了帮助我们中高龄朋友工作上有很大的助力，可以对。安心稳定的在你的职业范围内继续发光发热这一件事情。那接下来呢，要带大家来看的是就业中心，真的很用心哦，他们特地在妇幼福利中心办理社区的征才活动，而且这一件事情就是希望服务中低收入户，来帮他们媒合找到好工作。求职找工作的民众逐一进入面试，对于能够就近在妇幼馆这里找工作，民众觉得很方便，就算不是在这里举办，只要有就业媒合找工作的机会，对他们来说就已经很感恩了。我闲不住啊，在家里做也很辛苦呢，没有工作那时间很难过啊，就这样子啊，就出来找找看啊，搞不好运气好有碰到有适合的工作。来这边，因为你自己是本身就住安乐区，所以来这边算方便是不是？是方便的 如果把我调到那个仁爱区啊，别的区也没关系。但这只要有工作就好，我不影响说是什么坐车的时间啊什么没有，我可以提早出门啊。对啊，那有工作最重要。对，有工作最重要。为了协助更多要找工作的民众，基隆就业中心特地进入社区，在安乐区基隆市政府社会处妇幼福利服务中心，也就是妇幼馆，办理今年度最后一场前进社区征才活动。明年4月左右将举办一场更大型的就业博览会。我们今天邀请到5家不错的厂商前来，那现场大概提供了157个职缺。那大约有作业员啊，工程师，好，还有这个保全人员、储备干部，好，还有这个仓储，然后甚至还有这个校园的清洁人员。所以我们一年大概2到3次，那其实我们每年都也会跟社会处这边合作，然后一起办理，那帮助这个民众。好，我们明年度会在基隆市举办一个大型的就业博览会。好，那这个博览会我们会邀请北区很多家，大约60家，约60家的这个优质厂商，好，然后提供大概将近2000个职缺，那希望这个有意愿的民众朋友千万不要放过这次机会。基隆市政府社会处和基隆就业中心合作，也希望能够为服务的中低收入户个案媒合找工作赚钱，执行更多脱贫计划，帮助这些中低收入户的孩子们能够顺利就学，翻转未来的人生。服务的部分常服务到一些弱势经济弱势的家庭，那这些家庭我们就会除了就是第一点，我们可能会引荐他们过来这边做一些就业媒合的服务以外，
块。那第二点，同时也是希望他们找到工作以后，那可以将一部分的薪水那提拨到我们的额少发展账户，那给我们经济弱势的这些低收还有中低收的孩子，那提拨着一帮他们存一部分的钱，那同时我们政府也会提拨一部分的存款到这个专户中，那作为他们以后就业或是就学的基金。因此，社会处妇幼及救助科人员也积极协助就业中心，空出包括妇幼馆的亲子图书室，以及妇女上课教室和咨询室等等，营造企业主和应征就业民众舒适的现场面试地点，希望求职民众都能够顺利找到好工作，企业主也能够找到好人才。哎，真的，这一件事情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基隆市真的是个有爱城市。要先带大家来关心，就是除了青年，还有中高龄的求职者，在基隆市的身障朋友比例大概占了6%，大概有20000人左右。想请教我们的主任，有什么样的方案或者是计划可以来协助我们的身障朋友就业？我们的身障朋友其实也是蛮需要工作的。好，所以其实我们基隆市的身障朋友还蛮多的。那就业中心这部分，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柜台，好，我们有专一的一个身障的救扶人员来协助我们这些身障朋友来找工作啦，啊，或是安排一些训练。那他所以这些身障朋友来到我们这边，我们还是一样就会给他一些建议，或是做一些职涯的咨询。那如果他去工作，其实我们有一些相关的计划，比如说职场学习再适应。那这个我们就是也是跟一些比较符合他们需求的厂商做一些协助，就是他们可以再有3个月的时间到6个月的时间，我们会提供他们一边学一边上班。那这个也类似我们的年轻人一样，就是从做中学。是，好，那这里面呢，那雇主呢可以协助他们做一些职场学习的再适应。那这部每个月呢，我们还是会给他薪水。哇，对，那这个我们是算部分工时，一个小时是176。对，那他做几个小时，我们就是以这样算。那同样，我们对于企业来说，你不是单单只训练他而已，我们还是会给他一些训练的费用。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双方都双赢的。那当他这3个月或是6个月结束之后呢，他慢慢习惯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或者工作的一个状态，他可以继续留任。对，所以这就是针对我们身障的朋友，我们可以提供像这样资源。那如果说他觉得说，哎，3个月我们结束了，那怎么办呢？没关系，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计划可以接得上，好，就是雇用奖励计划。那雇用奖励计划呢，我们从9000一直到13000，甚至如果说你是超高龄的朋友，超过65岁的话，我们一个月是提供15000的奖励。雇用奖励，雇用奖励。所以其实我们对想要工作的这些，不管是你是年轻人、中高龄、超高龄、高龄，甚至是我们身障的朋友，其实我们给提供了很多的方案，也希望呢我们这些还有一些有工作能力的这些朋友呢，不要放弃，好，我们就一起来工作。对，一起来工作，一起来为社会尽心力。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执行长哦，启明为什么会找身心障碍者来工作呢？因为首先我要感谢那个劳动部多元计划给我们这一个机会。这样话说，之前在大法官释法的时候，103年的时候，我们曾经做了一个就是计划叫启动光怀明亮基隆，也就是由我们的二度就业妇女来辅导视障朋友做一个那个职业再升级的部分，不想让视障朋友在按摩输在起跑点上会有竞争力。那接下来呢，劳动部再度辅导我们去启动一个就是所谓现在的Better Life 哦，优活生活的部分啊，那这部分呢，我们就是邀约了许多身障朋友一起来工作。那我们希望提供正常友善的环境，然后就好像刚才主任说的，我们必须让他先知道什么是职场，我的兴趣是在哪里，然后先认识一些职务职种。然后呢，创造一些多元然后包容的一些环境，然后这样子来以后呢，他
有兴趣了以后，我们再给予适度的，就是媒合，然后再一些个人化的指导，那就可能可以创造出一些很好的成果。那在这我们执行了3年以来呢，我们视障朋友都成为一个职种训练的老师，因为他们从事按摩工作呢已经20-30年，那可能在技术上非常的娴熟，他也非常乐意的把他的所学到的东西然后去传承，然后去讲给后学的人。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做到的是我们植栽的环境保育的部分，那这个天使们呢都非常乐于在这个场域当中对视障朋友的行动互相关怀，还有植栽跟场域的一些培养都觉得很开心在这上面。那相对于心灵上比较受创的妇女，或是说比较弱势的妇女，在这方面呢可以息息相关，然后看到哇哦，这样子好像大家生活的非常的融洽。所以我们启明呢有一个系列，它叫做启明乌龙院系列，就是写出按摩师的超能力生活，或是里面的一些故事，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故事。例如说有一个老王伯伯，他现在90岁，他体力很好，身体也很好，但因为我们的安养中心没有办法去安置他，因为他除了眼睛不好以外，他其他都很好、所以安置的部分需要是坐轮椅，或是眼睛是在安养中心是眼睛可以自理活动，但我们透过这样的课程请他去教导，或是让他去在我们的计划里面担任老师，他也觉得非常的愉快这样子。那里面其中发生了很多的故事，那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觉得是每一个身障朋友加身障朋友都会启动非常多的能量跟同理心这样子。是，真的听了就非常感动。而且我知道我们的启明这里啊，他们很厉害，他们就是用了混合障碍类别的身心障碍者一起来工作，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我想请教执行长，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啊？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从小视力就比较有问题，然后我觉得说我的眼睛在有条件的协助之下，我可以完成许多的事，但也非常感谢劳动部或是基隆市政府给我这么多的空间，然后及平台。那我觉得透过同理，然后每一个人都有他存在的感觉，就是说我们要肯定每一个人对这个团队的认同，他这样认同，我们每一个人他在职场上是非常有层次感的。例如说，我们用的是那个混障好像在骂人哦，混合障碍的部分，那就是说大家都会彼此非常了解彼此，然后非常有同理心。那在大家互相协助、互通，就是互相支持、互相包容之下，它会产生一个非常友善的环境。那我们会让每一个在这边团队，就是我们是一个团队，因为来到这个团队的部分呢，每一个人都多多少少都有一个所谓的障碍，障碍就是可能你的障碍跟我的障碍不一样，可是这个会精神的，对不对？对，有的是精神的，有的是比较弱势的妇女，有的是肢体的，那有的是智能障碍，还有我们视障朋友这样子，对，所以这样子一加一应该是大于二，大于三，
好，那当然在彼此的协调跟互相沟通认识，那在团队的带领就很重要，这样对。哇，哎，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小故事，怎么样协助突破这些困境？哇，哎，每一个障别他所遇到的困难都不一样，所以当他告诉我们说他我遇到这个困难，例如说我说我没有办法读这个字，你要非常正式的跟我讲说，哦，我了解，那你想知道这个字每一个字吗？还是我大约告诉你就好？好，要问清楚。对，就是要正视他的问题。哦，对对，正式跟他讲说，理解，我理解你。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那这，所以有时候小朋友会跟我讲，现在五点啊，还没到啊，怎么可以浇花？可是我要下班了。那浇花跟下班，你可以跟他讲说，哎，那你要加班浇花，还是你觉得今天不浇花也可以？那他会告诉你说，那我今天不想浇花。那你就会跟他讲说，那为什么你不想浇花？因为他会告诉你，老师说泥土还是湿的啊。所以你看他也是聪明的啊，对不对？还有一些部分就是说，我们针对他的问题。那第二个是个别化的，每一个人所遇到问题不一样嘛，所以我们就要个别化的去处理。你不能说他像我可能是会容易紧张怯场，但是我不是头脑有问题，可是我讲话出来也是会结结巴巴，跟那个智障朋友在讲话的意思是一样，可是要他是连接不上，那但是结果是一样，但是发生的问题不一样，我们要同理心的去看他到底问题是发生在什么地方。再来就是我们障碍的朋友他比较不容易去肯定自己，所以我们应该帮他完成小目标，例如说，哎，你今天就做这，例如说你今天这一件事情你可以吗？你确定你可以，然后完成以后我们要去检视，哎，你真的有做到这件事情，然后加强他的信心，哎，我真的可以哦，我可以做这一件事情，就好像我今天要来被访问，我也觉得很开心啊。然后我昨天就说，那我穿的这是绿色的吗？哦，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我也会觉得说有一点恐慌啊，或是紧张。那经过刚才我们主持人行前会议的说明，我就会觉得说，哦，原来大概是这样。那在这里面发生了许许多多的故事，那我们也希望想要，刚才主任讲过，我们视障朋友要找工作其实是很难，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透过新闻报道，也没有办法透过就是刚才有一些看板，但是我们就是借过，我相信这节目播出可能会听到，然后我在家里面要想要出来学习按摩或是学习技能的人都可以来我们启明关怀弱势协会，然后找我们，然后我们可能可以帮你做职业重建媒合的部分，然后我们也可能就是也可以媒合给我们劳动部啊或是我们就业中心的部分，这样子是哦。我可以看到我们执行长真的很用心，然后不但是当个媒合人，而且还要再来帮助我们这些身障朋友，他们可以适性的发展，这件事情真的是很令人感动。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看我们既有救扶员的一天，来看看他们都做了什么事。我叫肖天士，我是一名就业服务员。这是一份帮人找投入的工作，除了要有各种就业服务专业配备，还要有鸡婆的个性、社工的心、业务的口与脚，以及顾问的脑。救扶员到底要做什么？用我的一天来告诉你。大哥，老早吼，再去吃饭呗。吃饭，吃饭吼，啊，今仔阿哥麻烦你。好，谢谢，谢谢。救扶员就是要帮人找工作，首先就是要深入社区驻点，找到就业上需要帮助的求职者，了解每个人的状况、他的需求以及他的求职考量。小姐有需要找工作吗？
我们这边对这边可以提供免费的求职服务，这边请坐。我想找可以配合小孩子上下课的时间。我现在在San Juan一下工作。我想要请一个关机帮我打理环境。那我想要来找有关送货的工作。那您现在目前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就是卖早餐，然后有时候会帮人家修指甲。我说你很多才多艺耶。还好吧。早上送货员刚刚能量。好好，谢谢。那你稍等我一下，我帮你做准备。好，谢谢。好好，而且因为我们已经到了驻点的地方，我们也会去开发那附近的厂商，那帮那附近的厂商，然后找到附近的民众，其实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们也会举办大型的征才活动，释出上千个工作机会，协助民众与厂商互动，现场媒合率高达40%。其实这个好处就是，厂商可以就是说，到我们这边来，他也可以多看一些求职者，而不是说就是他每天就是等着求职者去面试。那相对应的求职者，他可以同时就是说面试很多家，那他会有更多的那种机会去选择他想要去的公司。当然，我们也有强大的基地与后勤伙伴。基隆就业中心是人才媒合的航空母舰。我们基隆就业中心最主要是有分成四个区块。那第一个区块就是求职区，就是一般民众到我们中心来之后，不管你是找工作或者是办理失业给付的话，那就都会先进到我们求职区，然后还有咨询区以及求才区，还有那个外展区。今天的最后一站就去关怀我们家的小天使。生意在救护员那个胡小姐，然后她来找我说她手上有个个案，然后看看我手上有没有适合的厂商可以接受，就是比较特殊的小天使。李舰长就是跟他说明说，哎，其实我们目前有这样的一个孩子，那是不是可以运用我们政府的资源，然后让雇主可以就是说持续的去雇用求职者。两位老师人都很好，然后会帮助我就是找到我要想要的工作。我以前就是之前不太喊那个欢迎光临，对，因为之前我就是真的会很紧张，然后老师他们就是有跟我说不要太紧张，要叫我加油，然后未来会很好，对。对，那其实他已经是稳定上班已经2年多了，他就跟小麻雀一样，很开心很快乐的这样子在那个场域，在那个工作职场里面飞来飞去。对，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就是说非常好的那个个案这样子。我当救护员大概快8年，我常常会遇到一些求职者在人生的谷底的时候，然后我们伸出了一只手协助他去找到他合适的工作，我们后续看到的是他后面走得很好，那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回报。这是我夏天是一个救护员的一天。就是给求职路上的你这么多的人在旁边来协助你帮助你。那刚才我们有谈到那个多元就业计划，其实今年也开出了蛮多缺，对不对？我们要请教我的主任。刚刚我们有听到呢，两位理事长跟执行长的一个分享。那在我们今年度呢，大概有33个单位申请，所以其实还蛮多单位的。那我们这些单位呢，包括我们在地的基隆市，还有邻近的新北。有一些单位也提出像这样的一个多元就业的一个方案，那目前有33个单位提出来，那提供了总共124个职缺，那也希望这些上工人员利用像这样的机会，真的是这些单位真的是非常非常友善的单位。那不管是理事长或是执行长，其实他们都很愿意手把手的在教导他们。那我们也希望这124个这个上工人员呢，之后经过像这样子1年的时间，他们可以找到自己的方向，同时呢也可以找到转一个正职的。
一个机会。对，真的非常的重要。那当然，就业中心它每年都会办理两次大型的征才活动，今年也是哦，9月23号，对不对？要来好好的宣传一下。对。今年我们在下半年的时候呢，9月23号，我们会办理一个现场的征才活动。那这次的现场征才活动呢，总共有43家的厂商参加。那职缺目前我们统计是1380个，可是现在一直在增加。哇，还在增加中。对，一直在增加。那因为碍于场地啦，所以43家的厂商应该是没有办法再增加。所以还有很多厂商一直在跟我们说，他们也想要参加这一次一个征才活动。不过真的是有困难，没关系，我们还是有机会。如果说你真的需要有缺工的一个状况的话，随时跟我们联络，我们可以办一个小型的10家的厂商，或是单一征才都没有问题。啊，那我们这一次的征才活动的地点是在我们长荣桂冠酒店的一个蓬园。嗯，好，那。时间就是9月23，从早上的10点到下午2点。那我们的里面的职缺的也非常多元化，也包括我们的传产制造业、服务业，或是仓储啊，还有一些造福员啊，或是还有一些科技业的，这些职缺都有，起薪都很高哦。对，那有一些比较高薪。储备干部或是一些属于是工程师的，可能他都要4万5以上的起薪。所以如果说正在待职或是想要转业的年轻人、中高龄、二度就业妇女，都欢迎来到现场。是，真的，大家一定要好好利用这次机会。剩最后一分钟，我们要请教我们两位，我们的执行长跟理事长，是不是有什么活动要跟大家宣传一下呢？我们先请教执行长。要跟大家宣布一下哈，就是拜托各位基隆市民踊跃的来参加我们在10月14日晚上在海洋广场举办的一个叫做盲人万花筒的活动。这在我们基隆市呢已经成为是一个既定的一个节庆。然后呢，因为这个节庆呢是集合了我们视障朋友所能做的所有的职种，包括按摩、算命，还有电脑教学，还有自己手工 DIY， 然后芳疗的部分，还有那个精油的调配。那这一些来参观呢都是不用钱的。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就是广告一下。那我们的因为这样的经费是由我们大家筹措资金来，我也希望说民众呢有意愿想要捐款给协会来做帮盲人万花筒的协助这个活动的经费，然后可以募款给我们，因为我比较少在募款，现在练习学募款，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经费来源真的是比较困难一点。我们到目前为止只募得了20000多块。那我们这次的活动呢，有申请就是请视障朋友来做这些，有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舞台区，就是视障朋友会唱歌，然后伴奏乐曲，包括刚才介绍的9个摊位。那我们需要大约30万的经费，所以就是请大家可以慷慨解囊，跟大家募款一下。好，10月14号的盲人万花筒，大家要记得哦，欢迎大家来捐款。好，那我们要请教理事长。我是觉得说，希望对社区服务、对眷村美食有兴趣的中高龄者，明年可以加入我们过港社区的这个行列，这个可爱的大家庭。是，求职的路上真的不孤单，大家都会陪着你哦。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宾，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